小伙伴们，这个老师啊在群里说还有一半的小孩没有上传作业，走，我们去问问小杨同学，看他有没有上传啊。小杨同学，哎呦我的妈，你的作业做好了没有？忘了啊，作业老早做好了，我第一个上传的。你作业老早做好了，第一个上传的？对呀、啊、这么厉害的啊，一惊一乍的。你在干啥你啊？我这边卡片的，看一下我还有什么卡没有。这样子的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做完作业也要去看一下书呀？是，这我等一下去看不行啊。嗯，要乖哦。知道知道。老爸。啊？我今天都做完作业了，我想开卡片。你想开卡片？啊？你要开什么卡片？我看一下，我这有好多卡。你这有好多卡？啊？什么卡？啊？货架自己找是吧？啊。这传奇版开过了就不要开了。那你要开啥呢？荣耀版也开过了。开豪华版29弹。29弹不是老早开过了吗？开腻了都。开腻了，那你要开那个正职章吧？哎，正职章也不用开了，我也开过了。那你要开啥？你都开过了。哎，老爸啊，这个可以，奥特曼荣耀勋章1弹。A club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but the bar is where I go. 奥特曼荣耀勋章1弹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好像隐藏款是捷德银河出身的，这个好像很稀有的。这样子啊？啊啊，随便你，你要开这就开这个吧。那我开这个，一整个才开完。啊，可以，来吧。奥特曼荣耀勋章款啊，来，边上吧，这个边上直接拆开吧，这边拆开。来，哦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运气开到隐藏款？这隐藏款很难开的哦。来，注意了啊，来。拿出来，都拿出来吧。你看我很难开的。对，很难开的啊。来，先来第一个，来看一下第一个会是什么呢？啊？哎，不是隐藏款，不是隐藏款，是啥？是啥？是欧布啊。欧布吗？对，欧布。啊，欧布奥特曼。是没见过这种。大勋章一个。嗯。来，我看一下这张 SP 卡，欧布奥特曼的 SP 啊，第一个不是隐藏的。这个就是隐藏。这隐藏是谁啊？捷德。对，捷德是吧？对，好，来开始。给我个捷德，给我个捷德，必须给我捷德。看一下你能不能开出来。泽塔，泽塔的，那也不是呀。嗯，泽塔不是，泽塔的不是。行吧，泽塔。哎，这塔后面带金色光环的啊。那这个也是带金色。哦，也是带金色光环的。好，来第三个，来看一下。隐藏。这会是啥？哎，这不是银河。银河。银河我没见过。但是没有重复对吧？哎呀妈，没有重复的，也可以啊，这银河也可以啊，对吧？银河还行吧。嗯，银河奥特曼就那个三叉戟的那个是吧？对。银河三叉的那个。怎么还没出隐藏？这第四个吗？对。来，这个看会不会出隐藏款呢？哎呀妈！隐藏。啊、哎呀。罗布。布鲁啊。布鲁。对吧？布鲁月水形态的，蓝色的布鲁月水，蓝色的。嗯，还有两个了，还有两个了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来个隐藏行不行？来个隐藏行不行？感觉没希望了。嗯，没希望，隐藏。哎呀妈呀，我布鲁啊，又是布鲁，这也是布鲁啊，罗索，罗索布鲁是两兄弟啊。谁能打出这个字，他就是天才。哎呀，好，那最后一个了啊，就看你的运气了，看一下这个能不能。他扫泰迦好像。他扫泰迦，来，那这个泰迦和银河出生，看一下出哪个？那可能是泰迦，那最好就是隐藏了啊。不会最后一个出隐藏吗？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，嗯，拿出来，泰迦，泰迦，我太难了，没了，这盒没隐藏，哎妈呀，没有隐藏，太难了，泰迦玉坤奥特曼，但我凑齐了其他六张那个普通的，其他六张就是普通的，就是全套的就六张是吧？嗯，加上隐藏总共是7张了，嗯，哦，那好的，收了吧，嗯。